台风今年六十年一次，我就是来给我请你们，有时间就到昆明市去点点花，农保品牌的。好好好，我们给了钱呢。我们有刻碑呢，就是刻在地上，有人家刻平安灯，不需要多少，只需要一家平安灯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家这个刻碑呢，就不能免费了，一年一次的，我们带到昆明市去。那你做句话的名字就是刻在刻碑上，这个刻碑呢是有规模，甲乙甲为6.6，100名是工作碑，200名是平安碑。给呗，那全得给吧。我学了啊，我叫你母亲不要给了。给了，给了，给了，五星。怎么啦？容易上当，看我的牌，不晓得。真的是容易上当。你好恶心，我不行。不给。那就选定天，这个工作定。抖音